现在最红的娱乐节目《我是歌手》中最红的人是谁？没错，黄绮珊，黄妈。最红的经纪人呢？杜海涛。见惯了黄妈现场风光无限的好嗓音，也见惯了杜海涛紧张的伴其左右，有谁领略过两人的母子情深？注意了，是幕后哦。那么久了，你还没有正式那个搞过什么一个这个当着全中国这个粉丝们什么一个什么正式的什么一个仪式感？至少敬茶。你这一生就你这一生把我搞得我的地位就在江湖上就定下了，就是妈的地位，你知道吗？妈是有江湖地位的。因为高来我的人。啊，你有什么？你需要儿子做什么？我不知道呀，儿子。儿子。妈妈。看着海涛娇羞的样子，是不好意思吗？要清醒了，背靠大树好乘凉啊！有了黄妈罩着你，你踏入歌坛就不是梦啊！可是黄妈呀，妈妈妈妈，这到底是谁妈呀？我你想那个画面嘛，你妈跟你妈，你妈跟你妈，然后你在中间这个是吧？我跟你妈在那里对吧？掐着。一个高音，一个上去，一个上去，一个上去，别太高了。不，你妈声音很高，那天我听了。海涛快来吧，有了黄妈的指点江山，你踏入歌坛指日可待，艰苦训练才是正道。我跟我妈的感觉已经有时长，我们现在的感觉已经越来越不同。有时长的感觉，有有啊。妈妈你最棒，妈妈你最强。最后感谢我们的优酷拍客歌手黄绮珊，还有更多的精彩幕后，请大家继续关注他哦。优酷全娱乐整理报道。马舞之夜再度引爆全球，最新 style 即将横空出世，秒叔韩国首尔演唱会4月13日17:30，优酷音乐独家直播。